共读圣路加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主对门徒们说：“恁爱将药拔起，将灯点着，就当都当家己个主人自昏暗转来。主人转来个时候，一敲门，就马上甲伊开门。主人来个时候，推着。”请我着个仆人是有福个，我实在个认得，主人爱白着腰刀，请伊人做了，亲自来伺候他们。伊若经听来也好，三经来也好，若饿着重要个人，至少仆人是有福个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的。咱无人知咱个世界尊强是伫时，但是天主慈爱再来，咱人希望天主再来个时候啊，咱开准备好来迎接他。今日个福音描述就提着呾一个比主，呾一个主人出门爱回来，啊未回个时候，至少仆人确实有呾准备好。随时回来的时候，一个开门就会得迎接这个主人回来。咱在咱平常的生活当中，对咱生活的各样物件，咱是要准备个。咱个准备是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咱周更的准备，一方面是咱是永久的啊，一些咱爱时时刻刻爱做个准备。什么意思？比如咱这个农家也烤子，也烤子，下个月也烤子，伊最终爱着准备，这是周更的准备。但是正式个准备，其实是这个学生呢，应该是一路来都是暑假读书、暑假研究啊，是有问题爱问，所以伊读博士都就是求学个精神，了教师烤子也好，是读个物件也好。伊所学嘅物件，马上就会得吸出来用。其实，咱做其他嘅物件，拢是做啥？咱若是有一个知识，咱若是有学理解，了咱随时需要用嘅时候，咱就当吸出来用。一个人伊倒不是有推阿麦亚麻之家，推理解有注意了。推电视的时候也要注意出指甲的节目，了家己有爱的时候试看卖啊，怎么治啦，怎么爱也卖帮药做啊，疼爱帮药做，理解？伊需要的时候，伊爱治呢，就变治。那是一个人听说起都食理解都唔知啊，你问伊到你食理解来帮我理解，伊什么解都唔知。了伊爱治的时候，那无变治出来就是无准备好。但是耶稣主所答的，是不是单单平常时就做物件啦？耶稣主那是咱生命的准备，咱那是一路来，咱甲天主的关系真亲密，咱有祈祷，咱有爱天主的心，安尼随时随地啊，天主爱来的时候，咱免特别准备嘛，因为咱的心已经是开的，咱的心已经是就跟天主的，所以世界状况其实拢无出入无，因为咱已经准备好了啊。随时天主召叫人，但咱等可咱去提灯，咱就好，咱准备好，临时爱惊就惊啊，就交天主个。所以意思就是做啥啊？所以但是咱若是无这个做啥个心啦，平常时无。无祈祷啦，咱个心根本都离天主真远啊！了有时啊，咱爱生病啊，爱死个时候啊，哎呦，真艰苦啊！这里真艰苦呢，因为就是心内啊，真侪事啊，电人放袂落啊。了你惊天主啦，了惊这个惊那个啦。但是咱个心也是甲天主真接近个，了伫无啥物解好惊天主。当时爱叫人，咱就惊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